今天应该是满满全部都是肉，肉的瀑布哦。今天这样子有三公斤哦，两公斤有。哎呦我的妈！三杯一过，我们行动，继续浪费，满上一杯，有没有乳白呀、啊？敬我们的亲姑们，啊、哦，好像喝养乐多一样。等一下有一罐花生口味的，来，我们话不多说，今天的泡菜火锅开弄，上，真香 ，execute。先下煎鱼粉，有点像鱼饲料。韩国辣酱，麻烦辣粉给我一下。哎，这个是韩国的。弄起来，弄起来！这个是那个金华火腿，它本身有咸度，金针菇是要先，金针菇比较后面，金针菇，金针菇，金针菇。今天还有一个这个，要这个够给力，要喊就要喊到底。这个叫巧达乳酪，今天的肉片这个我特别买，我今天这个比较高级，重成本啊，之前都吃不到肉，今天应该是满满全部都是肉，肉的瀑布哦。今天这样子有三公斤哦，两公斤有。哎呦我的妈！今天差不多两公斤，把它放在旁边。开动，舒服了，舒服了。哦，这一次肉大家都有得吃了。来，跟各位报告一下，我们今天这里是几公斤？哦，这里两公斤多哦。不止哦，还有泡面还没下呢。哦，那再加泡面的话不止。哎，哎呦，这个肉，这次的肉片重成本，你看这么大一片。哇，这泡菜也是重成本，放了半罐。我这次的肉片好爽，吃起来很有在吃肉的感觉。嗯，那泡面可以下了，帮我们下面。下面吗？哇，那个火腿包跑去哪里了？啊，在这里。我吃一块火腿看看。哥，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嘴巴闭着，有观众反应说我们这样，尤其是教头，观众的心声我们都有听到，所以我们会让你们看起来是舒服的。哦，这火腿可以，这一次买的这个
肉片好给力啊！喜欢吗？我找不到肉片。对，它这个泡饭煮下去好够味，就很赞了、啊。很有韩国刀鸡的感觉哦。哦。哦。这次肉真的超多，很给力啊。干杯啊，各位！好嘞，哦，这个真的很爽，嗯。吃一下韩国的金针菇，丸子吃一个看。哦，石目鱼丸煮韩式好吃，肉片，这次买的肉片好像也比较长，嗯。它比较不会像那个 一盒六十几块、七十几块那个很薄，然后煮下去就碎掉。你有没有看到里面有这根吗？这整根下去很爽。大哥，它里面有包芝士，很好吃。所以来说不能剪开，哦，这个是韩国年糕，这年糕可以了，好吃哦，嗯。我要找那根芝士，年糕先吃一个，后面可以下。哦，这个年糕整个变超软 Q 的，非常 Q 啊！太好吃了，好险没有切开。嗯，在吃的时候大家要小心，它是会在你。口中爆炸的一种，加一点热水哦。嗯，这个大家一定要买来吃吃看，真的，它里面真的很夸张。好了好了好了，这是酒，不是饮料。我试试看。哇，它这个花生口味的也太特别了吧？有花生味吗？有。有点奇妙。大家如果想看我们吃什么，你也可以赞助食材给我们，我们非常乐意。但是不要集齐商品啊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拍片没有那么快就煮了。既集齐给我们，我们生命也集齐。哦，有气。这一次呢，我们又弄了一大锅，这边不多不少，两三公斤呐、啊，吃得非常饱，跟大家边吃边聊，分享美食。这次影片呢就到这边，我们就下个片见。
拜拜，拜拜。